走开。 怎么了？有个东西。什么？哪里？在那儿。哦，没事，别担心，小飞，我还没睡醒呢。这只是个梦。不，不是的，姑娘们。一二三四，扭扭扭。娜娜、多多、淘淘、菲菲、拉拉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什么？你是说有粉丝在看着我们吗？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不过那也不用。哇哦！你是我们之中最聪明的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……那是飞船。你又是谁？哦，我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琪琪，是一只乌鸦。你这么做可不太礼貌，你刚才打断我说话了。我向你道歉，我实在没有忍住。我看你们不知道那个是。 没错，我刚想要说来着。那是个是飞船，人类用来在空中飞行的机器。只有我们小鸟才会飞。抱歉，佩妮。除了飞机和热气球之外，人类还发明了像这样的飞行机器——飞船。该吃早饭了，他们带来了新的饲料，真棒！早饭时间到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可那东西还在天上，我可没心情吃东西了。 哎，伙计们，还有剩下的早餐吗？剩下的别逗了，我们愿意跟路过的鸟儿分享早餐，但是……快走开！哦，这只该死的乌鸦！看来我得先走了。哦，真是太可怜了，先到里面来躲躲吧。啊，人类还是那么爱讲迷信。讲迷信？什么意思？ 我的一个乌鸦兄弟能听懂人类说话，他说人类觉得我们不吉利，这太可笑了。不会吧？就是，真不敢相信。其实人类他们也不怎么尊重我们企鹅。好吧，我是一只企鹅，我不讲迷信，我的名字叫佩妮。想来点早餐吗？你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。我这里还有点鱼，但我怕你会吃不惯。嗯，这些已经很好了。你可以出去了，饲养员走了。哦。 谢谢佩妮，不用客气。伙计们，谢谢你们的款待，我得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不知道，我是个流浪者，我总喜欢在天空中无拘无束的飞翔。再见，回头见。再见，琪琪，回头见。一路愉快，一路平安，后会有期。再见，多保重。我会回来的，再见。要是我们也能飞出去看看就好了，哪怕让我们出去散散步也好。 能出去是不错，但在这里至少我们不会饿肚子。真好奇，飞在空中是什么感觉？听着，大大，我觉得这盘棋根本就不公平。 因为头顶的那个东西让我根本没法集中精神。
亮们，那是什么味道？嘿，你们看我干什么？难道是毒烟？着火了！着火了！这里着火了！公园里着火了。我的冰壶正在融化，我得试着把笼子撞开。小心点，大大，可能会非常的烫。我有办法了，我想办法把门锁撬开。它成功了。蜘蛛伙伴们，我过去救你们。一二三，小心点，我的嘴快断了。我来了，鸟儿们，奇迹！别担心，奇迹来了。我们该怎么称呼你？超级乌鸦？不用了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太好了，不过我们必须得马上采取行动。我想想，我们已经试过推倒围栏或者撬开门锁，可都不行。让我想想，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喜鹊马吉。有次他带了一串闪闪发光的钥匙来找我，他就喜欢闪光的东西，这是他的天性。我有办法了，我们得找到笼子的钥匙。钥匙肯定在饲养员的小屋里，小屋就在那边。我去找。在那儿，我看到了。朋友们，加油，快呀！这里越来越热了。哦天啊！如果我没被烤熟的话，那肯定又感冒了。很高兴我能认识你们。他回来了，太棒了，干得好，琪琪，真棒，干得好，快点来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。我们必须去救他。没问题，我们去救他。姑娘们，准备好了吗？现在该怎么办？到处都是火。快看那儿，我们到那里去。可算逃出来了。大火就快烧过来了。小飞说的对，我们得赶紧让飞船离开这儿。别担心，小鸟们，别告诉我你们害怕在天上飞。啊，睡得真香。等一下，对，着火了，还有飞船，这可不是在做梦。大大，什么？什么？大大。你还记得吗？着火了，我们逃到飞船上了，到外面去看看。哦天哪，我怎么觉得我还在做梦呢？不是，这不是在做梦，我们在大海上飞行，伙计们。昨天我差点就被烤熟了，而现在又要被淹死了。姑娘们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几点了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过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希望是有好事发生的。是大海，太棒了。好兴奋啊。我的防晒霜在哪儿？哎呀，
从笼子里飞到飞船上，在天上飞翔，自由了。等一下，可现在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呢？我会学着开这艘飞船的。是我们要学着开飞船，学着飞。还有谁比鸟儿更会飞？抱歉，请等一下，你打算留在这里吗？当然了，我们要组成一个飞行队。是啊，好主意。小鸟飞行队，我们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说实在话，我们可是有经验的。我们要把平安的消息带给我们遇到的所有人。消息？什么消息？小朋友们记得每天都要刷牙哦，耶！今日新闻。清晨，城市公园发生大火，起因尚未查明。消防队员经过数小时的努力，扑灭了大火。公园的小鸟们只能纷纷飞出笼子以逃避火灾。在大火发生时，有市民看到公园上空的飞船慢慢向大海飞去，没人知道该飞船的驾驶员究竟是谁。